有一个女孩，她从小爱养丹顶鹤。在她大学毕业以后，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。可是有一天，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，滑进了沼泽地，就再也没有上来。走过那条小河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走过那片芦苇坡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留下一首歌。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？为何冉冉风儿为她诉说？轻轻地